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油仔。今天油仔休息哦，今天又过来这边。是啊，今天可能我们做那个什么鸡了？盐酥鸡。盐酥鸡是吧？对，油仔没有吃过这个盐酥鸡，所以说今天就打算做这个盐酥鸡给他尝一下。因为表哥去买那个九层塔了，买九层塔。好久了还没回是来，啊，好久了，都去了大多半久天了？了。可能三四个小时吧，3点钟去喽，对呀，三点多去喽，跑那么远就是为了买九层塔。就买那个九层塔，对呀。所以我们就先做这个盐酥鸡的一些这些准备工作哦，是吧？对对。然后他回来了，他就可以直接做了，是吧？对。把这个骨头剔出来是吗？对，哦，这样剪剪开。哦，这骨头不一样啊。骨头不要。哇，这骨头断了，是啊，要用刀吗？扯出来吗？你们上次做也是把它剔出来玩吗？对，都要剔出来的。骨头都比较嚼肉。骨头不用，因为这个鸡腿肉带皮会比较好吃一点。如果我们用鸡胸肉的话，可能没那么好。挺好的呀。是啊，在那超市里真的这个好，这个比较便宜。又好，还很好的。现在这个鸡骨头已经去除了，那骨头去除出来了，对，我们现在切这个肉，切成这样子哦，对，切成那种块状的，最好是连皮。哦，对，就这样子切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蛮好的。然后这个，对，还要做一刀是吧？对，差不多，连皮带肉。这个还要再切一下，感觉。这个。哎，他我那个皮好像还是会掉哦。啊，是啊，这样哦，就这样子吧。要腌制啊？不用吧？不记得了。大家好，我回来喽。为了去买这个九层塔，跑了半个南宁。你看，多少钱一哇，真斤的啊？好香。他说现在贵了，但是剩下最后这么多，我本来不想要那么多的，然后8块钱就给这么多，8块钱是吗？但是没有那么多杆，这次叶子比较多。哇，好大一把哦！是啊，挺香的。对，不过虽然是8块钱，但是这一次是得多一点。然后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一次去了那么久吗？谁知道啊？我去想看一下青菜，买青菜，结果那个。小芥菜平时你喜欢吃那个，这4块钱一斤。现在青菜都好贵啊，比平时1块钱一斤啊。然后我就没买，我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一下，结果也是很贵，我就不买，我就回来了。好吧。我就买了一把那个豆角，1.8块一斤就回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鸡腿肉弄好了，我们等下做盐酥鸡哦。以后盐酥先腌制。你来腌制吧。你懂的吗？我不懂，我刚才我们都说是准备。搞完这些了，等你回来弄的。对，现在回来了。先腌制，然后我们再摘这个九层塔的叶子。好的。一点盐。一点点盐，就真的一点点呢。一样放一点，放多会咸的。这个也太少了吧。可以了。酱油。酱油，因为酱油也放，你放盐太多会咸的，懂吗？哦。用手。可以吧？习惯是用手啊，但是没关系的，拍这样不好吧？这样子，如果你们怕不够味的话，我再加一点点盐，可以啦，可以了，太咸也不好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放那个盐酥粉，盐酥粉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油炸那个盐酥鸡，就想顺便做一点南瓜饼吧。放在上面蒸哦。对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做一个炒粉。现在切点配菜。今晚的主食。对呀、用点这个猪小肠，还有这个瘦肉来炒。今天可以吃个够了。这个整的好多。我们现在开始来炒这个粉。你放油了吗？放了。舀它哦。火小一点。
酱油这些都直接放吗？对，你现在帮我放酱油进来。哦，淋上来啊、哦，淋上来。嗯，放酱油。放吧，到处撒一点这种感觉。怎么样？够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因为好久没炒了，再放一点点吧。你放盐了没有？不用放盐了，不放盐了。放酱油还要放什么？什么都不用放了。上来先上点味道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了，就可以先铲出来了。炒那个料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让它锅烫一点，我们再放下去。嗯，现在把这个小肠和猪肉放进去炒。再放点酒进去哦。对。哎呦，多了吗？好多、哦。手一抖。啊？放点老抽进来。老抽是吗？嗯。有没有？啊，对了。放点蚝油进来。蚝油啊、哦。嗯。得了吧。这个芹菜要放下去，先放芹菜、蒜，来倒入粉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南瓜蒸熟了，我们先拿出来，把这个南瓜给捣碎。现在把糯米粉放进来。嗯，哎呦，你看着放。你搅吧，没事的。还不够的，轻点、嗯。对，也差不多。啊，就这样子揉。你做过这个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是。那刚好可以学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可以了吗，这种？你觉得还黏吗？你自己手感。黏啊。一直到不黏为止啊。也不用，就是说你感觉特别的。黏吗？现在，嗯，我觉得是。那我再加一点点粉吧。哇，这边太湿了。太湿了，粘不了。粘不了圆。算了，直接挤进去吧。嗯、像上次那样的，直接挤进去算了。可能都炸的一锅了。嗯。你要学着点哦，下次可以自己做了。啊，是啊，我现在都是。学习，学习。这个地瓜粉的话，它颗粒有点大，我们要把它碾碎一点。我们放了蛋清进来。嗯。对，把这个一块裹上这些地瓜粉。哦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好久没做了，我都有点忘记了。我来了。刚才裹上蛋清了是吗？裹了，上蛋清。感觉这一次的盐酥鸡要失败了。不是多就是少。对呀、啊，刚才裹不上那个地瓜粉，后来又放了鸡蛋进去，然后又湿了。可以了没有？这颗粒，倒完去哦。嗯。不行的话，只能够炸酥肉这样子喽。现在变成是炸地瓜饼，连酥肉都不像。没有，等一下要炸的话，只能够你肯定要把它分出来啊，一点一点的丢进去锅里面去吧，只能够这样子的。感觉也还好，现在哦，看起来也有点像。还盐焗什么酥粉？太大块了，像炒的鸡肉块一样。还剪过了呢，刚才。虽然很黏，看起来啊，但是炸出来还是有颗粒感的。
对啊，就随便翻的，随便翻。现在在油炸第二次了，很香哦。是啊，然后炸完了再炸那个九层塔，然后就撒在上面是吗？对啊，然后再撒上那个盐酥粉，再撒盐酥粉。嗯，脆的哦。应该吧，听到那个声音感觉像脆的，是热的时候它才酥脆，冷的它就会软。哎呦，把油挤干了，滤干。开吃啦！今天晚上请油仔吃盐酥鸡。刚开始以为说不成功，结果还是成功的，就是裹了这个。地瓜粉有点厚一点点，但是很酥的，也蛮好吃。还要撒那个，哦，盐酥鸡椒盐粉，它也是椒盐粉来的。有风扇，等一下。哦，关一下风扇，关一下。如果你们其实这个鸡块呀、细一点就好了，有点大块。刚才更加大块，像那个五香粉，不是。那个胡椒粉一样啊，这就椒盐嘛。是啊，那就是一块这个盐酥鸡，一片这个这个一起九层塔啊，嗯，大家都吃哦，嗯，对啊，就是一起夹在嘴里面嘛，这样子哦，啊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啊，嗯，味道绝了，嗯，点这个，刚才撒到的那个粉呢，就好吃是吧？那个粉，我也是。那粉好好吃哦，肯定啊，撒上去很好吃的，有点酥脆，嗯，其实也蛮脆的，撒上去味道就刚刚好。如果说单单只吃这个的话，就觉得有点大，对啊，不够味的感觉，嗯。然后所以还有那个炒粉，嗯，公筷。嗯，我都拿筷子，我都夹不了东西。我帮你夹，不用，给我一点啊！哎呀，感觉吃了再夹。夹那个肉啊，肉夹不起来。香的。对呀，啊，因为那个去除异味嘛，就像腥味。嗯。哇。这个粉你可不是，就炒粉你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嗯，那味道还可以的哦，嗯，九层塔今年我们也上了两排，但是都不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涨一点点，然后它就不涨。对呀，啊，这个粉里面也放点九层塔，嗯，好香啊，哦！那南瓜饼刚才我们都吃过了，南瓜饼的话。等一下你回去带一点回去吃啊，哦！我们忘记放白糖了。对啊，有点淡。他们其实也不用经常吃糖，偶尔不吃也好。对，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先吃饭喽。那我们本期影片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，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喽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南瓜饼。南瓜饼。现在吃的比较好，酥脆的感觉。嗯，是啊，刚刚我们天天它就会有点软。嗯，所以说尽量今晚上吃的话就会比较好。还有这个盐酥鸡也是，嗯，放久了它也会软。刚好现在吃刚刚好，脆脆的。然后撒一点那个粉。好。